紫灰就是我讲的宫崎骏的那一部电影，就是用它这个颜色画的。所以说呢，还蛮多东南亚蛮多女孩子都喜欢这个色系，紫灰色。那以前也有人叫紫罗兰色，基本上英文名字都一样，只是有些人翻译就想要翻译一个很浪漫罗曼蒂克的名字叫紫罗兰，但紫罗兰其实就是紫灰色。你们有学英文吗？那个。